怎么回事？没有人了，救命啊！喂喂喂喂，怎么回事？救命啊！妈的，怎么是个男的？起来！啊？那个老板要不要男的？不要男的，没有下来这个指标。哎，没有。先把他抬到一边去吧。哎，他这里做什么了？那真的会。滚一边去！继续，肯定有大鲤鱼的。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啊！啊！有没有人啊？啊！放开啊！帮我！啊！帮帮我！怎么了？回事啊？啊！啊！快点，快点！搞到大水鱼了。你们怎么样？好漂亮哦！我还有大金链，我看看车上有没有值钱的。对，快点看一下。哎，真的！哎呀，你们看见有没有钱？哇，哦，这么多钱！发达了，发达了！这里还有，你一票就够了，快点，快走！这下荣华富贵了！哇，这豪车，要不要？有定位的，不能要那个。这样子，我们拿钱把这个人搞走就行了。好，行行行，这个转手银行要得80万的。好，把他这个古董古董。哇，你狡猾！喂，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个怎么了？我姐突然在家里面中暑了，现在急着在送她去医院。送去医院？对。那不开车啊？没有车啊，不要着急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那车怎么回事？那个车不是我们的。我们也不知道啊。怎么还有个人吗？我也不清楚啊。喂，站住！过来。啊？干嘛？那个人怎么回事？现在夏天天气热，他在那里地板上睡觉比较凉快。你怎么懂话？谁信啊？那你看不惯你去救他嘛，别耽误我救。你去闻一下他有没有酒气，喝完酒睡地上。地上很正常，这个就不对劲啊！怎么不对劲？那有个睡躺了一个，路上还有个车啊，这里还有一个晕的。哎，我说你个你是什么人？我说你个保安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该管的你就管，你就拦着老子！我在这条村没见过你们，你没见过的人多了去了。老子十年没回来了，在广东，现在挣大钱了。你别耽误啊！你挣什么大钱？证明出来啊！哎呀，我说你，你看我们两姐妹不像吗？像个鬼呀！啊，这个这么白，那个那么黑。你这保安怎么说话的？长得不像你也不能说我长得黑呀！快关你什么事啊？都滚！别耽误老子发财。这条村的保安，我就保护这一条村的平安啊！你们随便拉个人就想走啊？那给你拉呀！你一不了解怎么样？来，给你。哎，给你，我们走。我们走了。走，不能走。啊，你对我姐负责。违法乱纪的事情，我还能一不了解想干什么？啊，你想死吗？我让你证明，啊，他是你的谁？拿出证明来。我证明个屌啊！你看，说白了，我就是人贩子，他就是我抓的，我打的，怎么样？啊？啊！哎。哎呀，搞偷袭！你个屌毛，你个臭看门狗，人贩子！臭保安！你不要打我大哥！我打你大哥，打你啊！你顶住啊！我去砸小弟过来，你顶住！你个臭保安，我跟你说，今天你摊上事啊！我摊上事还是你摊上事啊？我身上几百个兄弟在等着我，等一下就把你剁成肉酱！怎么叫醒了？叫醒了？你叫醒他干什么？啊、叫什么？怎么叫醒？叫醒你把我放了。掐他人中就行了。喂，醒醒！
姐姐，来，人醒了，我走了，走个鬼啊，走！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人贩子要抓你，抓我？对呀、啊，没有，还有一个女的跑掉了，我只是想带你去个好地方而已，让你享享福。享福？不对啊，我不是看到马路边躺了一个人吗？那个人你认不认识？是不是你？我看到一个人套在袋子里面，我上次看，我本来帮他要解开来的，后面就晕了。不，现在醒了，没事了，开你的车走吧。那你们抓我干什么？啊？抓你啊？山里面的老头要啊，你值个80万、啊。哪个老头？哪个老头、啊？那个李老板，你也不认识，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啊？知道太多对你不好。你这种乡下婆，你个看门狗。赶紧给我松绑！你说谁乡下婆啊？说的就是你！哎，问你说，快点帮我叫120，把我送去医院。叫120是吧？对，我既往不咎。两条都给你打断，还帮你叫120？嗯，想什么呢？想得那么美？保安，拿着这点钱分了，我跟你再去把它卖了。还贿赂人呢、啊啊、你看到没有，这个女的那么多钱怎么把她分了，这个不是我的吗，怎么在这里呢、啊、他们拿着了。哦，你还是人家的钱。哦，你拿人家的钱来贿赂我啊，你怎么这么懂啊，你怎么这么聪明啊。那这个卖了就当那个钱就当见面礼给你，以后你跟我混。我还跟你混？对，像我这种人啊，心怀正义，我还跟你们这种同流合污啊，想的不要那么美。你他妈的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，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啊？我要该脸不要脸，他妈的！报警了吗？我就算一天、一个月挣1200，我也是，那也是我自己的钱，我花着心安。像你们挣那种钱，花了生儿子没屁眼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他这种人性，报什么警？直接把他拉去派出所。起来！哎，起不来了，狗腿断了。快点！妈妈抓我！抓我！你抓我干嘛？打我！竟然抓我小孩！喂，保安啊！哦。我女儿被坏人给抓走了，开个女装车。对，你要帮我拦截住啊！喂，小妹，你在路中间干什么？我女儿被两个坏人开一个女装车，一下子给抓走了。你刚才打电话给谁？我打电话给保安。这种时候应该第一时间报警，真的是。这个妈，你啥都不懂。喂，不要说话啊！110啊！我们村上面那女儿被人抓了，开女装车，两个坏人。行，你们马上就警啊！快点伸手！干什么啊？按着不到喇叭，激我上来，四个车门打开，接受我点单。干嘛？保安让开啊！我里面有个病人，小孩子的，昏迷不醒，不省人事。昏迷不醒？对。兄弟，干什么？你哪个医院的？我，第一人民医院。也没对呀、啊，也没个工作车啊。错过就是我日常工作车，医院那个车都排满了，哪里有我们这些的份呢？哪呢？排呢？排，忘记了拿了。我看你也不像医生啊。那我不像医生，我像什么啊？哎呀，真的是别挡时间了，挡上
万一出问题的话，你负得几人啊？不行，我刚接到电话，我们村丢了一个小孩子。小孩子？那你就去打报警啊！你在这拦我干嘛啊？这村长交代我在这里，我坚守好我的岗位啊。村长叫你在这里，你就不懂变通一下啊？你呀，你再拖下去，就等于谋财害命了。妈，这个头，让他抱下来看一下。哎，抱下来给他看一下。妈呀，怎么这么巧啊？就一个家属陪同，一个小孩都昏迷不醒了。你快点给我过，要不然的话，到时候出问题的话，你就死定了。那个哥，怎么了呀？这不就是谁呀？就是我女儿啊，她昏迷了，食物。她打电话，她打电话给我，说她女儿食物中毒了。哎哎，食物中毒了，醒醒啊！食物中毒了，叫了醒，还用我做个医生干嘛啊？你这脑袋懂得转天了。看你这个，不是，这不香不难过。妈，等着两分钟去。等，你知道吗？等着一分钟，等于是谋财害命。你小孩子，那个器官，那个里面的功能跟我们的功能不一样的。跟你说，我就知道你想什么花花肠子。哪里什么花花肠子？我只是守护一方平安，这是我的职责，这不是干嘛呢？嗨，给你喝茶。你看不起谁呢？可以过了没有？啊？还不能？还不能是吧？天气那么热，买个雨伞。村长怎么那么久的呢？对啊，你管他村长干什么？是不是？人命关天，做些事情。你看我这个大汗都包包流了。什么东西都好说的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人命关天的事情，快点，过去，走！妈的，这个医生这么多钱呢、啊？慢走！我背。嘿，才上班两天，打这么多钱，有没有看到我女儿？你女儿啊？对，没有看到我刚来两天，我哪里知道啊？有什么人过去了？有位医生，带个小孩子，还有一个说是他妈妈，说那个吃那个什么东西中毒了，食物中毒。就那个小女孩穿什么衣服？小女孩不太记得了，都是不是救护车？不是啊，一个私家车，黑色的。私家车？对呀、啊。还说是医生，你信吗？鬼都不信这种话。哎，没什么的，那个医生救死扶伤的，救了你命，生造七级浮屠。我不相信，我要看一下。我看什么？没这么好看的村长。我们一路出来都没有看到。哎，你认一下，是不是这两个人？对，这个是我女儿，我女儿穿的阔阔裙子。你怎么还拿钱了？没有拿钱啊，我没有拿钱啊。拿钱？那这是什么？他们丢在这里的，我不知道。他们丢在这里的，我看着的，一手一张书给你们。没有，村长，没，我没拿钱，这里没拿。你这个死法，你这样子放出去了，我女儿怎么办？万一我女儿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谁给我正义的女儿啊？那我也不认识啊。你就为了一点钱，你把人贩子放跑了啊？你让他整的人以泪洗脸的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你啊，你这个死法、啊。怎么办啊，村长？现在我不是有意的。我都没知道、啊、你不是有意的，你是故意的。我看你就收了钱了，心都花花了。真的是，我才上班两天，我不认识人了。军长，快点坐右去。我手机响了，110的。喂，110啊？啊，对，我刚才报过警的。什么？捉到了？在哪里？哦，前面村路口是吧？行，我们马上过去确认。好，抓到了。快点走走走。不然警察比你靠谱多了。快点走走走走。快。吓死我了。慢了。